山菜，如果你真的想跟道明寺划清界限，那就大大方方的跟他说清楚。你这样躲着，没事也变成有事了。我现在还不想面对他。阿四，你现在对山菜到底有什么想法？要我说多少次？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好，那我正式的告诉你，我要追求山菜。对于山菜，我一直有着比友情更多一份的情感。我要跟你公平竞争，追求山菜。我不愿意看到他在为你流任何一滴眼泪。如果你已经放弃山菜，那么请你祝福我，就像过去我祝福你那样。两个彼此相爱的人排除万难在一起不行吗？没那么简单了，跟他在一起总觉得日子不太平。你干嘛？我有话跟你讲，跟我走。哎，你放开我。这么快就待不住了，跟我在一起就这么痛苦吗？道明寺，其实我对你……别哭，就算你再哭，我也不会为你再做什么。还有，你在学校一见到我就跑，以后也没有必要了。我想我们之间互不干涉，形同路人，我们正式分手吧。